所以经上常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净土宗依据的理论，就是佛在观经上所说的，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。这是净土宗的理论。是心就是你自己的真心，真心就是佛。我们现在用的心是妄心，虽有真心，真心不见了，被妄心障碍了，不是没有，是有。什么叫妄心呢？起心动念是妄心，真心没有念头。真心没有分别，真心没有执着。我们现在有执着，有分别，有起心动念，妄心。这个心在佛法里头，在大乘里面称它做阿赖耶。六道轮回十法界都是阿赖耶变现的。真心能现，不会变。妄心会变。变成六道，变成三途。无量无边的变化，全是妄心在做主宰。这个时候佛必须把它搞清楚，搞明白。